鸡小鸡，你在拍什么呀？小鸡小鸡，最近去哪春游了？小鸡小鸡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别问了，关注我的快手号不就知道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鞠婧祎，今天就正式入驻快手了，以后我们就一起在这里分享生活的更多面吧。大家好，我是鞠婧祎。6月6日是快手的10岁生日，祝快手生日快乐，一年更比一年赞，快手10年为更好的生活。1, 2, 3，想慢慢的靠近你，从身后抱。